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诚挚地邀请您欢庆2018年中国农历新年。1月20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3点，在佛罗蒙举办欢欢喜喜过大年新年联欢会，会中有音乐表演、卡拉 OK 和灯谜以及抽奖等节目，另外还会放映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电影《一念无名》。请大家穿着过年的衣服盛装出席，免费入场，活动详情内容请上网查询。1月21号星期日下午3点，在西谷生命阁林良堂优视频道爆米花电影院将放映电影《关键少数》。本片是改编自一段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，叙述了三位绝顶聪明的黑人女性于1960年代在美国太空总署的工作，如何完成任务使美国站稳太空科技领导的地位。然而对于种族与女性等敏感议题的年代，她们被迫退居幕后，隐姓埋名地存在着。这是一部温馨生活又励志感人的电影，欢迎前来观赏。2018年生命和弟兄特会，2月3号周六由早餐8:30开始，直到下午5点全天候举行。主题包括4个拥有赢家的领域：生活方式、工作能力、扭转关键及人生伙伴，及3个个别讲题：抓住产业革命的黄金时机，掌握工作中的关系与期望，成为有影响力的男人。这些每位男士都深感兴趣的话题，千万不可错过。特惠费用为20元，即日起开始报名，报名详细内容请上网查询。